你说，至少我现在铺的这些皮，你要要你就得就是说皮这个皮和棉床，你都我给你搭着点儿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快了，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话，顶多一个星期，顶多一个星期就到了。然后再过一个晚上去，直接就到一个星期10几个小时就到了。海航。